哇，你啲高班开到爆晒！睇你就问咪话攞嗰啲房仔整一啲超级超级劲嘅菜咩？是啊，今天要做一道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菜，妆花就做了。哇，你个志工整冬花咁靓嘅，你看绿色嘅，必须的呀、啊，你女仔都那栋靓啊？有吗？嗯。你闻到院子里有很香的花气，闻到了、哎、什么香？没有。桂花香啊！哦，桂花树嘛，周围有两棵。哎呦，把这个品种发进来了。瞎吃吧，走了，做菜去了。哎呀，你的黄还有这光的。小心不要夹到你啊！你不要看那小，那夹呀好疼，给我夹了。你看这只鸡应该有三斤多了吧？今天就拿这个线把这个鸡超掉。去树民家买几条小木了。今天上午去了，人没在家，我车就停这儿了。他们应该去干活，这个点应该回来了。哎，哦，阿姨在家吗？阿姨，天一下就黑了，要准备做饭。咱们做这个菜啊，是有个技巧的。这个鸡啊，咱们提前不需要焯水，做的时候呢，锅中不需要放油。锅热之后把鸡肉放锅里，给它煸干了再放油，放这些香料技巧非常的香。水分挑干之后啊，放入花生油，继续拌炒。河蟹焖鸡它的好吃之处在哪里呢？看这每一个河蟹啊都是很饱满的，很多黄，在煮的过程中呢，它这个黄的油啊就跟鸡肉这个汁啊融为一体了，这味儿特别香，可以下螃蟹。这个河蟹啊，我一共买了两袋，大家猜猜多少钱？肯定猜不对。那一袋呢，咱们做了清蒸和香辣蟹；这一袋呢，咱们做了一个红烧河蟹，做了一个河蟹焖鸡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包河蟹50块钱，两包花100块钱，太值了。我觉得这个红烧的味道也很香。这个只放点盐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不放了。现在一揭锅，瞬间特别的清，很鲜。看一下汤汁这个颜色，都是蟹黄流出那个蟹油，非常的鲜美。哇，三成熟鱼那么都整没了。这个汤汁拌饭，我跟你说，无法形容的好吃。
你们吃啊，我最期待这里边这个汤汁爆的大。我看看这蟹黄，蟹黄很饱满，你看一下。多多鸡蛋呀，哎呦呦呦呦，里面全都是，哇，嗯。今天来的很巧啊，来的刚好做好了，没事还要等好久。是的，今天是刚刚好。把这个汤汁拌拌，整个米饭都蟹黄的味道，好鲜呐、啊。别看这个蟹小小一个，蟹黄都比那个鸭蛋黄还多。你猜一下，你猜一下我这些蟹多少钱？我算你20块钱一个，那么这几天就要1000多了。我告诉你价钱啊，这些蟹，50块钱，整顿啊，对，包运费是58。哇，58就这么多，这么多，真的，他包运费58，说不包就50。明天你给我下单下2份，下两份，就有那么好的，先给我下2份，我吃好饱满啊。嗯。那个红茶的，我们俩来教你了。嗯，好吃啊。哎，真的我还没吃过这么多蟹黄的蟹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太饱满了。你看我们吃这么大一个的，没有那么多蟹黄。哎，有的是这么大一个的，每天是不忙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我买的时候他就说他这是很饱满的蟹。哦。我说这么小有黄吗？都是。哎呀呀，是吧？太多了，太饱满了。我感觉到的这个味道啊，好像是那个上等的鱼子酱做出来的味道。啊？好像那个上等的鱼子酱做出来的味道，真的是好鲜美的。什么？鱼子酱。酱的味道。酱的味道。那么高级。是有那个高级的。我觉得这种很鲜的东西啊，不要搞得太鲜，是吧？让那个味儿都给盖住。我比较喜欢，喜欢那种。来，小叔，辛苦了哈！辛苦，对对对，感谢。嗯。